千年前，瓦尔克利王国与异世界在两境大战中击败了野心家毕纳维基，至今仍广为后世所歌颂着。在女帝维斯塔的英明统治之下，一度引领艾斯加大陆走向和平兴盛之路。然而时光流转，过往贤明的统治已经不在，王国的基石渐渐开始动摇。新任瓦尔克利女帝欲以军事力量制裁东大陆的新兴大国孟图，制裁行动招致了孟图王国的强烈不满，孟图领主遂宣布自立为王，两国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对峙，并将整个艾斯加大陆卷入乱局。战事仅短短维持了一年，并以停战告终。在两国停战之后，看似已渐渐回归平静，但事实上台面下的角力依旧频频。时序辗转来到一年多前，神秘的瘟疫突然在民间迅速蔓延开来，感染者会变化成毫无怜悯之心的嗜血狂徒，四处攻击村庄与生物，因此世人给了这个瘟疫一个名字，纳姆塔热。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挣扎时，一支专门收集并调查此类事件的纳姆塔调查队并由此应运而生。迟了，这一带受到感染变异成纳姆塔的民众已经越来越多，看来真的很不乐观。中央军目前对纳姆塔热的病因和蔓延方式依旧所知甚少，难道我们只能选择牺牲百姓的生命来换取时间吗？尼亚，当初你不听我的劝告，执意加入调查队，现在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哼，怎么可能？有你和克里斯丁跟我同进退，我怎么可以让你们失望呢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打起精神的。四周好像有异状。想不到潜伏了那么多纳姆塔。里欧娜，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别开玩笑了，这种阵仗还吓不倒我。那就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一起上吧。
这样下去，扫荡行动根本没完没了。纳姆塔一点都没有减少的迹象。没办法，内阁的决议就是持续扫荡纳姆塔。我猜他们目前也没有其他具体对策。他们根本不明白事情已经演变到什么样的地步。尼亚。你看天上，那是流星吗？好像往拉朵纳森林的方向飞去了。走，我们追去看看。看来是坠落在这里了。咦，在坠落点所在的地方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。这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好像发现了某种不得了的东西。尼亚，你做什么？好奇妙的感觉，看起来像是虚幻的形体，但这触感又很真实。先把它带走吧，我们现在可没有时间研究这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哼，是瓦尔克里的渣子，解决掉他们，把东西抢过来。看来又有场硬仗要打。算到了，克里斯丁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发现一道从天而降的光芒，原本还想找你们一块过来调查，想不到你们已经赶在所有人之前抵达了呢。你来得正好，我们被梦土人包围了，想办法帮忙开个路吧。
到这附近还有多少梦图的眼线。快离开这片森林吧，沿着溪流往北走，应该就能抵达王城外的驻防营了。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出口就在前方不远处，这样应该能摆脱梦图军的追赶吧。要论速度，大概只有骑马才能赢过我吧。嗯，等等，克里斯汀呢？啊，克里斯汀又不见了。那个大路痴该不会又迷路了吧？我们快回头找找。话说回来，他刚才能找到那里也真是奇迹耶。克里斯汀，克里斯汀，你在哪里呀？尼亚，你看前面有一群魔物挡住了去路。糟了，怎么会在这里遇到呢？是克里斯汀，他好像就在河的对面。不妙，魔物们好像也听到了，我们得赶快找到克里斯汀才行。没办法，只好一路冲进去了。
好的预感，小心点，进去看看吧。说最近森林里出现了一群凶暴的大型蜘蛛，说不定这也跟纳姆塔热的蔓延有关。救命啊！克里斯蒂！救命啊！我最怕蜘蛛了。你别动，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来，解决掉这个恶心的大家伙。
蜘蛛一直不停地出现，根本消灭不完呢。喂，他好轻啊！我们先赶紧离开这片森林吧。国政代理官那副下巴抬得快比额头还高的傲慢模样吗？真是气死人了。他毕竟只是个代理大臣，等女帝陛下回来以后，我们再禀报森林里的事也不迟啊。我一想到刚刚的画面就忍不住啊。是是是，我明白我明白。你醒了，这里是瓦尔克利王城，你现在仍很安全。瓦尔克利，你就那样从光球里冒出来，真是不可思议耶！那些蜘蛛啊，被你吓得一溜烟就不见了。你该不会是什么女神降临人间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你别吓到人家了，先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哦，那你先好好休息。肚子会饿吗？我们去帮你找些食物。嗯，谢谢你们。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。谢谢你们，我觉得自己好多了。想起自己叫什么名字了吗？也许你可以叫我克菲尔。其实我也不确定那是不是我的名字，只是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这样呼唤着我，感觉那就是我的名字，克菲尔。好特别的名字，我还没听说过瓦尔克利有人取这样的名字呢。我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尼雅，跟千年前异世界大战中瓦尔克利的大英雄同名哦。切，你就只爱吹嘘自己的名字而已。你好，我叫李欧娜。尼雅，李欧娜。你不要看李欧娜一副爱板臭脸，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，其实她是个心胸非常宽大的好人哦。那个，我
正在努力地回想自己的事情，可是却总是想不起来。没关系，我的记性也一向不太好的。不是常有人说，想不起来的事情就不要勉强去想吗？有时候他们就会自己冒出来了呢。你的比喻用在这里有点奇怪。对了，明天一早我和尼亚必须出一趟远门，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任何事情，直接跟宫里的侍从说一声就可以了。那个，请问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块去啊？啊，你要跟着一起来做什么？我只是有个很强烈的预感。预感？我觉得自己出现在这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得完成，虽然我一直想不起来，但是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吗？尼亚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啊？什么事情神神秘秘的？你对于我们在森林里所遭遇的事情有什么想法？啊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想科菲尔一定不是普通人，也许他跟着我们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也说不定。可是我们这一趟是要去，到时候我们再请当地人帮忙照顾他就可以了。嗯，我明白了，那就这样决定吧。克菲尔，我得先说清楚哦，我们这次出门可是有重要任务哦。嗯，请放心，我不会妨碍你们的。哦，这里这么热闹。醒来了，你好，我叫克里斯丁，在森林里真是多亏了你呢。你好，你可以叫我科菲尔。抱歉，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跟我道谢，我对森林里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印象。啊，你完全想不起来了？没关系，我待会儿再慢慢告诉你。对了，尼亚，国政代理官，请我告诉你，你所率领的纳姆塔调查队已经正式成为中央军部直辖单位了，也就是说你以后可以直接任命任何符合资格的队员进行转职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哈，那我现在要跟克菲尔聊聊天。Thank you.